好幸福哦，我都不知道我们以前有这么幸福的书。我实在不应该帮助唐串串贿选。对呀，要不是唐串串滥用班长的职权，我们还真的不会知道班长这个职务有多么重要呢。没错，幸好你们记得我这个班长的重要。唐串串，你不是宣布不用来上学了吗？怎么又来学校了？哼，要是不来学校，我就不能享受当班长的特权啦。当班长不是用来享受特权的，班长有很多的责任跟义务。我当班长不用你来教。唐串串，因为你没有来上课，所以我们已经补选班长了。什么？想当班长要等到下一次选举了。快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吧。讨厌。唐串串，这是你的蛋糕。哼，我不要。你不吃，那给我吃。拿来呀！走开啦！